今天吃两只我最爱吃的鸡，一个是窑鸡，还有一只烧鸡。先来一口冰可乐。好久没有喝可乐了。这个鸡皮我真的爱了。鸡屁股，这个是香辣窑鸡，还是有点烫的。
我发现了个什么？烧鸡的鸭脖子，这个皮也是脆的。这一口，今天吃的太爽了，那我就先吃到这里了。肉块好了，是不是想吃肉肉？接下来吃吧，可以了。